李静，1970年6月24日出生在河北省张家口市，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，乐风网创始人。2000年开始主持《超级访问》，2006年主持《美丽俏佳人》，2007年主持《非常近距离》。李静是一个相当吃得苦的女人，一开始并没有这么顺利。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她，靠自己的努力一路进入到了央视。对于很多主持人来说，央视就相当于一个终点，但是对于李静来说不是。在离开央视后，李静开始了艰辛的创业路。她白手起家创办了东方风行集团，至今兼任着主持人、制片人和 CEO 三重身份，而且每次的创投都相当成功。对于李静的创业史，可以称作一个女主持创业史上的奇迹。不过即使这样的女强人也是需要男人的呵护的，这个男人就是李静的圈外老公黄小茂。两人从恋爱到结婚都是相当低调。2003年3月9日，两人的女儿降生了，李静和黄小茂给女儿取名为木耳。现在李静已经47岁了，素颜的她已经看得出了岁月沧桑，脸色很蜡黄。不过14岁的女儿却是出落得相当漂亮，只不过这个身材却是慢慢的在向妈妈看齐。祝愿李静这一家能够永远开心快乐，并能在节目中永远给我们带来惊喜和快乐。